国语有声善书。盛唐盛语拱恒堂篇主著者为诸天仙佛。天上圣母降，数论祷求，盛世众生在平素礼佛拜神之际，不免有所祈求自身所缺所不足之处，且自身又多无力可以改善，因此祷求佛神庇佑相助。因此神前如何祷求，即是一大学问。首先必要有至诚之心，所谓诚能格物，此至诚之心已形成巨大能量，而使佛圣诸神轻易可以见纳。其次必将所求挑列分明，重点阐述。一般众生入庙上香之后，大多喜欢与神明做倾诉，从自身乃至尊长、妻侣、子女乃至儿孙一箩筐倾诉无疑，如此实非求神之道。其三，祷求之后切莫抱持甚大希望，时时刻刻盼望所求实现。须知人之一生际遇多有因缘定数，绝非上庙求神即可快速改变或得偿所愿，纵然仙神见纳庇佑赐助，仍需一段时日之化转，切勿因此心生犹怨，甚至造成谤佛底神之口业。甚愿此文对众生有所注意。拱恒堂可以免费住集弥勒净土，但小编真心建议替自己生前住集拱恒堂灵修院、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因为有去灵修院后进入弥勒净土的果位会比免费住集的高，甚至可以达到内院大菩萨等级，所以真心建议住集弥勒净土之外也要住集灵修院。详细资讯请洽询拱恒堂师兄姐，影片后面有他们的 LINE， 有求道过的人也可以住集。小编也推荐五庙明正堂的灵修院、无极正道院，也可以永远脱离轮回之苦。望大家看完后赶紧求修大道，把握机会超拔先祖、庙宇神明、有缘亡魂与游魂、地基主，甚至为自己与亲朋好友生前住集灵修院、无极正道院或昊天子寿灵修院，未来往生后可以去修行。因为太多人过大愚功，这样绝对无法回天的。您有把握三关九口可以过关吗？您在世会发脾气吗？会好美色吗？会不说谎吗？甚至望大家都改成吃素，断掉与众生之冤报，这世界就会更和平，恢复以前无灾无难的世界。希望大家一起吃素修行救地球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义赤拱恒堂有唯心宗弥勒道场、千佛墙、五度母转经轮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义赤拱恒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